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我手头上的三家公司都破产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。当时我们在一块的那会儿，我还有三家公司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破产了，我变穷光蛋了。你离开我吧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风光的时候和你在一起，你落魄了，我就离开你吗？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真的吗，媳妇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自破产了没关系，存款没有了也没有关系，你还有我。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再给我打1亿，我们东山再起。喂，爸，我之前的三家公司都倒闭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打1亿？我想东山再起。2亿啊？2亿也行。好，谢谢爸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安静，我们的拍卖会现在开始。今天我们要拍卖的是位于红桥区的一块工业用地，关于这块土地的情况想必大家已经了解过了，位置极佳，交通便利，绝对是投资者的最佳选择。竞拍的底价是1亿元人民币，现在竞价正式开始。开始吧。3亿？谁让你上来就喊3亿的？空总不是说咱底价是3亿吗？底下是3亿，就是说最高是3亿，你怎么一下就喊到头呢？让你买就买，再赔再赔买1亿，不就是钱吗？不要搞这种小毛小虫，股价都跳不动，一点看不出国家的决心。这明摆着想让老百姓住上便宜的房子吧，不要再吵了。喂，兄弟，不是我不借钱，我这钱不都投到非洲大开发去了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做3亿的小事别给我打电话，自己做足就行。哎，我那3亿别给我动啊，我去买飞机。喂，给我接一下巴菲特。对，股神嘛，对吧？你告诉他，他不差2.1万亿吗？下礼拜我把钱给打过去。哎，别让老头着急。行，就这么定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又没有多要，不就1亿吗？试试。叔啊，还缺钱不？行行行，那我再给你汇10亿吧。